各位未来的冒险家，早上好！前方即将到达终点站苏兰古城。你醒了呀？冒险试炼将于各位抵达后开始，请各位。刚才做噩梦了吗？就要到苏兰港口了，快起来准备一下。怎么了？不要紧吧？我在门外时隐约听到你说了许多梦话，又是同样的梦吗？我想见多识广的冒险家前辈们一定会知道这个梦的来历的。每次提到冒险家，你都会给苏兰港口的准入证明，我们替你办好了，你写上名字就好。这样就可以了吧？记得保管好，不要弄丢了，不然就进不了苏兰城了，说不定还会被丢弃。我们在甲板上等你，一会儿见了。第一次拜访冒险家协会，穿什么合适呢？差不多可以走了，应该没有忘记什么重要的东西吧。是呀，不过不是东港，而是西侧港口。小海真笨，我们来的岛在这边吗？对，不过刚才小海也没有说错哦，苏兰是云垂大陆，看这一整条海岸线都很大嘛。西屿湾你们一定知道，我就不提。躺在花海里看日落，形容花一眼望城心，还有条商业街，是个。当然了，还有你们大家最关心的冒险家协会，你也来了。一谈到冒，喂，冒没实力的土包子，在，我可不是没实力的土包子。啊，不过你这样子嘛，要对号入座也没啥不可以的。你是不是想打架？啊，行啊，实力什么的，打一架就知道了。走，我们去甲板上，就当是试炼前的练手来吧，我已经为冒险试炼准备很久了。哦，原来你也不赖嘛。好，那我也要更认真一点了。
了，你们就点到为止。好了，来，收下这个，这是冒险家前辈的见面礼，可不能拒绝哦。话说回来，啊，说的对，就譬如龙翼红会长，传闻，正如亦或如所，他想要的是力量，那么你呢？看来你们都能顺利地通过试。各位未来的冒险家，前方到站苏兰古城，船只即将入港，请各位做好登陆准备。好，你这走吧。嘿，两位回来，这位是新交的朋友，欢迎欢迎。刚下船还没吃早饭吧？现在正是吃海鲜的好时节。话说冒险家协会在哪里？在东方，看那边装饰有风帆的圆形建筑，那就是冒险家协会的总部。到了，几位请下船。几个月不见，星巴克像是比从前更热闹了。请进。喝一请。好嘞，情侣套餐一份，三须鳗鱼一份，蟹黄汤包一，哎，告诉，好像随。每次试炼之前，苏兰，近来声名最盛的是八大冒险家的传说吧？千里狐鸣，百鬼夜行。吃好了的。哎，等等。不，不要紧。啊，不错，今天冒险试炼。那个符号是怎么回事？我眼花了。看来在船上睡觉果然睡不好。桌子上好像立着一个纸牌子，过去看看。休息时间如有要事，请进入内厅。内厅是哪儿？还有，友情提醒，记得做好防护措施。I'll be waiting. Who's up for the next round? This is Asha, coming to you live from the Trial Examiner contest. Semi-final match has ended. Congratulations to Yang Wuyi on becoming the second place examiner.
quests 186 to 237. Paloma, stick them on the top left of the quest board in order. Huh? Okay. It's a library here, but you're not interested in it at all? Is it fun? Can I see it? Don't worry. Delete it now, you dork! What is this? A duel between losers? No! Anyone that takes away my spore will have a taste of nightmare! Want to run? I've never let go of anything I've set eyes on. Morning. A new customer? How may I help you? The president is infuriated. 原来是来报名参加招新失恋的新人呢，请不要紧张，这是因为本次报名失恋的人数较多，需要稍作筛选，只需要证明自己的潜力就可以了。 只要把手放上去，好了。虽然没能测试，但这场终结之刃、破妄水晶、天命罗盘，什么？匕首、水晶，水晶具有采集和。咦？可恶！就不可以采？白姑娘，你还在这里啊？是会长哦，骑士阁下，以及这是给您的礼物。药剂，哦，南哥和夏言回来了，谢了。女孩子恋爱之后果然不一样，夏言那种大条妹子都这么细心了。好了，我去把这些礼物分给大家。阿笑，麻烦你带她去当。以及白露那场海难之后，海难跟以前不大一样了。经历过那样的事，有些变化只是在所难免的吧。半年前，小妹妹，能说给我听听吗？叫学姐，我已经在冒险家协会待了很久了。好的，学姐，那场海难究竟是怎么回事？半年，我们都以为夏言姐姐也回不来了，南哥也是因为这件事伤心病倒的。信息差，只剩子慧，谢谢。不过麻烦新人做这个不太好，何况端木。是白露姐让我来挑一头驼狮。大哥早安，我来。
来了，快抓住他！代表大海干掉你！45.5，攻击帝王蟹背后18.1062的方向。谢谢，若是请稍后。好了，5两蟹肉刺身，分你2份。银铃香星。是的，早上才下船，我第一次坐这么久的船，他们挺照顾我的。太严肃了，不行。猜得没错，冒险家必须知晓己身。我即是世人所见，即是独一无二之美。所以，就像这样吗？猜得没错，冒险家必须知晓己身。就像这样吗？猜得没错，委托人的真实视角，冒险家必须知晓己身。就像这样吗？没什么特点呢。这种时候，像这样如何？没什么特点呢。这种时，像这样如何？很好，不过还不够，还应该有一些。像这样如何？你这样就完美了，非常感谢，请冒险家协会帮忙。看来你还挺有做生意的天赋呢，不如以后跟着姐姐做庆丰水榭的淡水。我是想找小城，确实只能靠运气哦，还有缘分。谁让他平时也很少回冒险家协会呢？钟楼的故事，听说和半年前的一次海难有关。半年前的海难，那不就是夏言遇到的那次？跟上去听听。我也去许个愿吧，希望能顺利通过冒险试炼，成为冒险家。想要有个人一起去冒险，生生世世。敲太多下的话，可能过犹不及，反而失去好运哦。天色晚了，先去找南哥和夏言吧。韩公，那两个是谁？看着不像是什么好人。那还用假？我求这胡言乱语，给我闭嘴！再不滚开，我求你听真了，一回逐个从花海那边的车。这是要是真的，三更半夜的，他去花海，能是为啥呢？准厉害吧，可能把这事声张出去。这可是说的对呀。找我有事？切，那跟你争着点哟。谢谢端木。
西南，这是西南的意思吧？啊，这就是冒险家协会流行的赶路方式吗？好像有歌声，还挺好听的。你不知道西雨湾的西湖音乐节吗？不知道，是苏兰城的什么节日吗？不，是西雨湾，西族的节日。反正还有些时间，带你去见见世面。西族人很擅长歌舞。哎呀，错过上一场虽然可惜，但也可以说是来得正好。金转告西，等一下。其实啊，估计有一半的人都是为听最后这首歌而。最后这位唱歌的人，难道是很有名的歌唱？那倒不是，只不过最后一支曲子一定是最优秀的西族歌者来。唉，不知这次会是哪位歌者。这里就是心如花海呀、啊！在船上时，南哥曾经对我们。